老翁老，你的头壳要袂洗洗吗？雄狮光电这块大饼，阮信贤也搁要继续画。我的目的就是把你的查某囝，一个查某孙赶出母家。为你的愿望就是绝对袂当让阮这十兄弟倒来。免惊，我拢总会一项一项向你讨回来。我才看你的命有偌远，比你有偌远，你就等下看。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有人跟黄修勇是不是你安排的？阮子孙今嘛需要是一个新的对象，伊无迄个时间甲你插迄个无爸无母的囡仔。你常常讲咱不爱伊啊，我着着我的心就死。你敢拢没感觉？你敢拢无感觉？明仔日透早就予因带悄悄坐桶仔出去，然后甲美芳约伫个国外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。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今日有人要来领养巧巧，因阿婆想要带巧巧回去七大姑家。巧巧，我要阿姨跟叔叔，你们当我的新爸爸、新妈妈好不好？宋小姐，放手这是对巧巧上好的。等伊伫个新的所在过了后，就有可能放袂记啊。巧巧讲咱不爱伊啊，我着着我的心就疼。你敢拢没感觉？你敢拢无感觉？不管以后我对你的态度是安怎，我对你的心意都未改变。你无因为我消失5年，就将咱过去所有代志都放袂记？消失5年的人是我呢。啊，我拢答应，没有你分这条啊！啊，你搁计较这是要怎啊？我若是真正给他当鸟仔度，都袂对你吃好饼。有妈妈是单中心迄只鬼的情母，有爸爸若是知影这件代志，一定就生气的吼。你这嘛是讲假事了，想讲。也是想过思念，伊个伫阴间妈妈，想要来拜托我，送伊去甲伊团圆。就我嘛想，我的目的就是甲你个查某囝，一个查某孙，赶出母家。你甲我母家家破人亡，安尼敢对啊？免惊，应该来，总是会来。